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曼联首将艾力拜里加盟土超豪门比塞达斯的交易预计最迟会在明天完成，双方将会签署一份为期三季的合约，拜里的年薪约为200万欧元。根据土耳其的体育记者萨希努古的报道，比塞达斯将会同艾力拜里签署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年薪大约200万欧元，目前正等待艾力拜里同曼联解约的消息。预计艾力拜里的转会最迟将会在明日完成，在拜里获准离开曼联之后，球员将会前往土耳其接受体测。然而29岁的艾力拜里上赛季被曼联外借到去法甲的马赛效力了一季，期间在各项赛事出战了23场，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后备上阵。艾力拜里目前的身价估值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显示为500万欧元。我是阿斌，多谢各位收听。好波不等人，即刻下载 M 直播，收睇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